多謝大家多年以嚟嘅關心，係我哋係睇到同埋我感受到大家嘅愛。而因為律政司咧都表示有可能會上訴咧，我就唔能夠對依一個嘅裁決依、這個案件咧喺現階段接受任何嘅評論或者去俾任何嘅意見。所以我只能夠同大家講，我心情好平和，多謝大家關心。係我而家咧都想同屋企人去飲餐茶，係因為我仲未見到屋企人。